街道办让我通知你说，让你今天10点一定要去他们那个什么消防什么演练大会啊。我火还没地儿消呢。那老板你少吃点辣椒，我去给你买点那个什么牛黄清心丸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火大吗？消失。吧，大表姐，这牌子好适合你啊！啊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穿成这样过，也有点不太自在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喜欢吗？好看。喜欢那就对了，还不是某人给我提的要求，可挑剔了。哎，等等啊！您给吧，你给，艾米送你的。什么呀？迪奥花蜜系列护肤品最适合大表姐这样的仙女。这么高级，我这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反正又不是我花钱，还不是有些人自己不好意思送，只有找我代代购、跑跑腿喽。表姐，你这一身啊，这些鞋啊、包啊、衣服什么的，都是他给我提的要求，包括妆容、发饰，把我折腾坏了。要不然你美，这种客户我才不接。谢谢了，这么用心。兄弟之间不演戏啊，没事，不客气。那也得谢，真好看。要不咱们就别进去了。你说这新郎跟新娘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可有人跟你有关系啊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要不是你在家鬼鬼祟祟藏那个请柬，我还不知道你那么想。要不是我发现那请柬，你是不是打算自己偷摸来啊？那怎么可能？那不可能，你怕什么？走。喂，宝宝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还有一个稿件没写完，我去写完啊。朱大鹏，哎，我今儿让你如愿以偿。你好。还准备红包了？嗯，你的零花钱。可以啊，说了好久了呢。你好，请问是男方的亲戚还是女方的？女方。是同学还是同事？同学。同学是吧？还有脸来，真的是。哎，我会不会太隆重了？不隆重，这件衣服刚刚好，又简单又高级，特别符合你的气质。你平时就应该这么穿，对吧？你不这么穿，对不起你的身材，你的脸蛋儿，是吧？今天你就放心啊，放心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可是婚礼，是我好朋友的婚礼，听见没有？你不提醒我，我以为咱俩婚礼。别没正经的。
你不许干任何出格的事儿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干过出格的事儿？我这么正经的一个人。得了吧，我就是不放心。放心吧，放心。哎，给红包。你的名字？这儿也没有你的名字，要不然咱们就回去吧。你不想见一面吗？坐。哎，你是朱，朱什么来着？大鹏。哦，哎呀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说现在要不是什么婚礼呀，或者是孩子满月酒的话，都见不到你人。还有葬礼可以啊。前不久刚参加了一个葬礼，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都见着了。邓小希，对吧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，我们刚登完记，她叫李雪梅。你好。哎，十一，十一来了，这女朋友。十一，怎么着？有日子没见，竟然麻雀变凤凰了？没有，还是麻雀。就算是麻雀，也是夜转基因麻雀。对对对，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真好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他这就是老黄瓜刷滤器，跟你差远了。哎，老婆，我们要不？回去吧。坐好，一会儿让你近距离观看。你越来越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大家真的都特别替你高兴。是啊，是知道的呀，是十一；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哪个大明星呢。就是，别那么夸张了。哎，这位新朋友是？我是侯爵，我是十一的朋友，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帅哥，够意思！咱们十一今天身边必须得有人，是不是？必须的。哎，别光站着聊，赶紧坐起来。好，对对对，来来。帅哥，本来你有座位的，不知道被谁给占了。哎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你不是？你还记得那边那个燕子吗？跟小时候跟你同桌最好的那个，他现在找你呢，我们一起合个影。哎，蓝总，蓝总，走走走，坐聊会儿，聊会儿，来，坐会儿，看看，咱聊聊去上个厕所，聊聊生活，聊聊。你不常走吧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我怎么可能把你丢下呢？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久不见了，你没想我呀？你马上照吧。最近呢，这个，哎，喝点什么？这样，侯总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失陪了。哎，我送送你，送送你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送送你，不用。
在里面。哎，你看他俩这儿呢。今天很漂亮，谢谢。我先过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刚才在里边开了一个 party， 主题是五十亿的前男友，各顶各的一表人才。烦不烦？我跟你说。亲爱的来宾朋友们，在这心想事成、美梦成真的幸福时刻，让我们带着最灿烂的笑容，带着最真挚的祝福，并再一次响起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一对新人携手步入爱的殿堂。四目相对，范莎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江旭元先生做你的合法丈夫，不论他生病或健康，富有或贫穷，始终忠于他，直到离开世界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各位来宾，刚才双方家长已经为一对新人送上了美好的祝福。我看到今天现场的来宾朋友们有很多都非常的感动，哪位想上台说两句呢？我。好，哎，我看到了，是这位先生，请上台送祝福。别捣乱。没事，我有正事要啥？放心。正事什么呀？放心。别乱说话。现场的来宾大家好，我是侯爵。今天非常开心能来到这个婚礼现场，我觉得这个婚礼现场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。我也要在这儿对今天的新人送上祝福，希望你们能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你们不用诧异，你们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们，我是你们朋友五十一的朋友。今天他带我来到婚礼现场，我也是非常感谢五十一，让我觉得结婚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幸福又浪漫的事情。然后今天我也借着这个场合，我想说一点自己的心里话。我喜欢一个女孩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相处了很久，慢慢的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她。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喜欢她呢？我觉得我不能看到她受任何委屈，我不能看到她受欺负，然后我自己又会忍不住的欺负她，我也特别享受这种感觉。后来我发现我可能是爱上她了，我想让这种感觉持续下去，延续下去，想让我以后的生命中都有这个人陪着我。今天在这个现场也有这么多来宾，我也当着大家的面啊，勇敢追求自己的爱，把我的感情说出来，也让大家给我做一个见证好吗？十一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愿意。又不闹了，这一步啊来得太突然了，可能刚刚五十一女士没有听清楚这位先生的问题。这样吧，这位先生，麻烦您再重复一遍，让我们大家都能听清楚，好不好？以前我做很多事，讲很多话，你都觉得我特别不靠谱，觉得我是闹着玩的。但是我今天这一席话特别的认真，非常非常的认真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讲话最认真的一次了。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在你
人生中每一个闪光点和你人生中每一个低谷都有我的陪伴。我也希望我以后的日子里点点滴滴里面都是你。其实是你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感情、爱情，你也教会了我很多。我觉得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三生有幸遇上你，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冒昧的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。我叫李雪梅，是那位朱大鹏先生的妻子。谁啊？我今天想借着两位新人的喜气，跟我老公说几句话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帮我做个证。老公，你要当爸爸了。你傻看着我干嘛？我们有宝宝啦。朱大鹏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就算全世界都与你为敌，我跟宝宝都会永远地站在你身边。永远。什么谁？别去啊！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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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去！我是51。今天我特别开心，看见我的好朋友结婚了。你让我看到一个女人可以同时事业有成，爱情还可以甜蜜，祝福你。谢谢亲爱的。你一定要幸福。嗯。还有新郎，一定要对他好，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哦。放心。另外，在这里，我也想祝福朱大鹏先生和李雪梅小姐。手既然牵上了，就不要放开。希望你们携手走完一生，也祝愿你们的宝宝能够健康快乐。谢谢你，十一。谢谢大家。说我怎么总能赶上这个人家结婚我就上台讲话这事儿呢？我表白表一半，被那个
雪梅就给我岔开了，她上去表顿白。不过啊，我说你这个人品啊，真的是一流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主动上台帮前男友解围，这个是品格高尚啊你。行行行，你别高抬我了，这是我好朋友的婚礼，干嘛弄得大家那么尴尬呀？是，你就怕别人尴尬。那你是什么想法？我什么想法？没想法。就是我让你做我女朋友的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这事儿翻篇了啊，已经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再翻回来吗？翻不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俩不可能。是因为蓝琪吗？不是，跟蓝琪没关系。那是为什么？那你拒绝我需要给我一个理由啊，不能无缘无故的拒绝我吧？公司有规定，不能跟客户谈恋爱。公司有规定，你不说我不说，不告诉公司不就好了？不告诉公司等于没发生吗？那还是违反纪律的。啊，那要是公司没这个规定，没有这个纪律，你是不是就答应了？是吧？啊！你真的跟他表白了？啊，但人家没干。不再变了？不变了。你这小子，终于开眼了。他老说他们跟客户不能发生恋爱关系，他讨不讨厌？你说，那会不会是太突然了？哎，没事，早晚呐，他会明白你的心意的。他可得早点，还有别人追他呢。他要是跟别人好了，那我还哪有戏了？不是，人家也不能一说就答应你啊。我跟你讲，那十一啊，跟你以前交的女朋友都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他老跟我说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可能，当然可能。哎，你可不能放弃啊！你要是放弃了，永远就做不到。今天你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你刚入学时的新年舞会，在那天晚会上，我拉着你的手，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向你表白，那一晚我永生难忘。以上呢就是我的设计方案了，谢谢。在座的各位，三个方案也都看完了，大家来聊聊吧，有什么想法？瑞吉国际酒店呢，是一家七星级酒店，是我们智融建设近十年以来参与的规格最高的竞标。为了慎重起见呢，我们在设计部内部搞了一个小竞标，包小涵、丁大力还有周鹤红都拿出了各自的方案，刚才大家也都看见了。我呢，想听听大家对这三个方案的意见或者说是建议，一定要畅所欲言。
不要因为我在这儿，大家都显得那么拘谨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说吧。很抱歉啊，三位，我是觉得这三个方案呢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缺乏创新。在如今这个市场环境下，理念的新颖很重要。如果不够新颖，我们怎么做到脱颖而出，赢得竞标呢？创新呢，是一个设计的灵魂，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力。但是现在呢，有一个问题，这次的项目呢，标的如此之大，那么一味的创新也未必走得通。我还是觉得设计应该是以人为本，而不是以设计师为本，这是出发点，所以必须要把握住。我觉得呢，如果从这方面上来讲，目前的三个方案做的都不够到位。高总，说说你的看法呗。我的看法，我觉得包小涵设计的不错。这个项目我虽然没有参与，但是客户的要求全部都看了。他的设计里面，客户的所有要求他都涵盖了，也都表达出来了，而且细节做得特别好。看没看到他每个细节做得特别完善，所以我觉得他很好啊，我很挺包小涵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是，就是，我觉得那个室内的色调啊，要不要再暖一度？我觉得好一点。没问题。下去啊，我再对比一下。小侯总说的啊，特别好，直接、坦诚，而且能落实到位。侯总，您总结两句吧。嗯，好。那么，最后呢，我来谈一谈我的看法。三位设计师都辛苦了。谢谢你们付出的辛苦的劳动。没有一个竞标的时间可以说是充裕的。虽然说三位设计师都是很有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了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这么完整的东西来，我觉得已经实属不易了。但是呢，由于时间比较仓促，存在的问题也有很多。如果说让我来打分的话，按100分算，我给三位设计师给的评分是不及格，因为我根本就拿不出手。所以呢，把你们的稿件都拿回去做进一步的调整和修改，下一稿一定要把灵魂体现出来。我要的是灵魂。5天之内交稿，3天之内也行，总之是越快越好。啊，好了，大家散会吧。侯爵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十一在外面等着，把门关上。侯爵，你今天是故意在拆我的台是吗？不是啊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真觉得那方案挺好的。你真要觉得那个方案好，你可以下来告诉我呀。为什么你非要在会上那么大张旗鼓地跟副总们作对，跟我作对呢？我不是怕你被他们给带偏了吗？我怕你看不出来好东西了。你我眼睛瞎呀？我当然知道包小涵的方案是可行的，但是设计师不能当众夸，会夸坏的。爸，设计师做点东西多难呐，日日夜夜，没日没夜，那都是心血呀。我见过的设计师多了去了，一个一个敏感又鸡贼，你稍微肯定他们一点儿，他们就跟你要名要利的。你一旦给他们了，他们翅膀一硬就会飞走了，这样的前车之鉴还少啊？那你要是把尊重、把荣誉都给够了，人不就不走了吗？这我听不下去了，真是。侯爵，你说你现在怎么这么幼稚呢？他们现在是你的对手，尤其是那个包小涵，你在会上这么肯定他。
那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要就比我厉害，那就厉害呗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这等于是把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。什么意思？方案是好是坏，拿谁的方案去竞标，谁说了算？还不是你老爸说了算呢？你真是枉费了我对你的一片苦心呢。我怎么没听懂呢？瑞吉祥是十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大项，多少设计师梦寐以求的，我怎么会轻易的把这样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呢？如果说我直接把机会留给你，难以服众，你明白吗？更何况你现在手上的海城项目还没有完成，成绩暂时还看不到，所以我现在只有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。我让他们三个设计师设计出方案，我来引导大家反对他们，必要的时候再把你推出来。你把方案拿过来以后稍微做一下修改，不就是你的了吗？我的傻儿子。合着你想让他们给我当炮灰？又不是我一个人反对他们，是公司的高层都反对，认为他们的方案是有问题的。灵魂这种东西不是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的吗？自古以来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侯爵有天功成名就了，那是我们侯家的光荣。这帮设计师功成名就了以后，他们会怎么办？说走就走。我能拿他们有什么办法？我图什么呢？你图什么我不知道吧，但是我就图一个坦荡。坦荡啊。不错了吗？哪方面？跟在家唱反调。你是真心觉得好吗？当然觉得好了。那就没错，不但没错，我觉得还特别好，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。这种勇气我倒是没缺过。怎么样，没有觉得对我一丝欣赏呢？说正事儿。说正事儿。哎，谢谢你啊。你觉得我没错，那我就是没错。等我掌了权，把公司这些天天不说真话的一个一个全都开掉。非常感谢您的认可，真的感谢。不用客气，我说的是实话啊。然后告诉你个内部消息，侯总其实特别喜欢你的方案，加油。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阿米的衣服今天找个时间去还了吧。不用还了，送你吧。不是说借的吗？没事，留着吧。不行，这东西太贵了，我不能要。没多少钱啊，他们家都长期跟品牌合作的，回头请他吃个饭就好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喂，猴子，我现在心情极度恶劣。哎，巧了，哎，哥哥，我也不高兴。行啊，你说个地儿，我过来。侯总，你这点儿拉的可真够准的了啊！我这是刚刚从机场接了我们家宝贝丫头上了车，你的电话就进来了。知你者，非我莫属，这是咱们这么多年形成的默契。对吧？怎么样，把女儿接回来了？接到了，接到了。这下你心里就踏实了。她一回来，你再好好培养培养。你盛大公司后继有人呐！啊？哦，我们家丫头可说了，她这次回国呀，可是打着照看她老爹的这个旗号，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啃老喽。她不想参加工作。他那是在跟你撒娇呢。哎，话说我差不多有十年没见过晨晨了吧？他怎么说话还是那么有个性呢？嗯，
有空到我这儿来坐坐吧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就这样。嗯。你志荣，就是侯爵他爸，那一说话就哈哈 哈假笑的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这记性还真不错。哎，丫头，你爸可是真孝吧？啊？看在你是我爸的份上，算是吧。哎呀，真真。你说，我就想追个女神，我有错吗？人女神怎么就看不上我呀？你说传说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就是我。你守贞啊，你不要自暴自弃，啊，别老觉得自己是癞蛤蟆。就算你是癞蛤蟆，那他也不是天鹅，他就是青蛙。说啥呢？怎么能那么说的？往好了说，就一麻雀，所以你俩之间没那么大差距。还你还捡到馅了？你笑什么？这癞蛤蟆跟麻雀呀，就不是一个物种，不合适。咱们现在不是一个频道啊！你先玩好手机。我完了，啊！开，开，开了。你这这什么态度啊？看见没？太不像话了，这个！我这是谁都比不了了，完蛋了！行啊，虽然说这个你很多方面其实也比不上别人，但是你有一颗真心啊。你要相信，真心是可以打动很多人，做成很多事的。猴子，这年头真心值几个钱啊？啊，值我那个破电动车吗？还是说能值人家那商务车、大别墅、五星级会所吃大餐啊？真的假的？嗯。你这什么对手啊？但要是我，那我也不选你。但是真心一定是有用的，你相信我。现在有一大部分女孩子还是希望有一个男生真心对她，你相信我，你能行？哎，这话说你自己信吗？你不花钱吗？你用真心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哪次不是靠真心赢得人家芳心啊？我虽然我也花钱，但是他们绝对是因为我的真心才被打动而跟我在一起的。你得了吧，那些女的哪个？我不想听你说了，大表姐，你觉得呢？真心不能光靠说，得有行动。嗯，看见没有？人家女人指着能看得见的，谁跟你玩这些虚无缥缈的呀？你去边儿去吧。哎，怎么办？那你们说，我现在是放弃啊，还是继续呢？放弃。继续。别打岔，继续，相信我。你俩不说都说得更乱。你有什么好乱的？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得理性一点。做这些无用的事呢，不是徒劳吗？怎么不理性了？我们怎么不理性了？除了每天喝点酒之外，什么不理性了？海鲜，你听我的，你放心，继续。得了吧。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有钱你说什么都对，你懂吗你？我还是信我大表姐的，大表姐我听你的。想听我说什么呀？你劝劝我吧。哎呀，我怎么劝你啊？我是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吧，不是你努力就一定会得到。